什么叫光良食品你知道吗？光良的品冠知道吗？还有张惠妹，这些都是我们天主教徒啊。所以有一天黄金龙神父给品冠，你知道光良的品冠啊，唱那个掌心的，黄金龙神父打给品冠，哎，品冠，我是黄金龙神父。品冠的第一句话说：“神父，神父，我有去教堂。”马上说：“我有去教堂。”各位在座的每一个人 ，I am who I am 是天主的名字。I am who I am， 我就是那一位。所以每次呢，拿着这个名号，就到了法老王面前。梅瑟把以色列人处理埃及的时候，天主考验了他们，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天主考验，严重的考验他们。天主的子民以色列呢，也不听天主的话，烧了金牛，有没有？他们要拜一个神。天主激怒了，天主被激怒了，但是天主没有放人，让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，到了福地。各位教友，天主的主动性，你可以看从亚当夏娃，从诺厄，从亚巴郎，到了出谷记，到了梅瑟，天主接下来再次的借大卫、达尼尔先知、耶勒米亚先知，一步一步的领人民更接近他。人还是不断的犯错，索多米，人乱伦。乱伦你知道在马来西亚是回教徒当中是最多的，当然了，以他们的比例，他们人口多嘛。乱伦、强暴、抢劫嘛。所以我一个朋友呢，他就知道我从新山在这边4年回到马六甲去，他问我说你在新山有没有被打抢过？我说没有。他说我不是新山人，住新山都会被打抢。我一个朋友呢，从新加坡开车 Toyota Vios， 现在是要抢 Toyota Vios 嘛， Toyota Vios 呢到马六甲的 Tesco， 他就坐在车里面，妈妈爸爸全部去 Tesco 买东西，奇怪的他就问他为什么你不下车，他说我不敢下车，你们先去买，我在车上等 Toyota Vios 才买。这很恐怖啊，竟然这是马来西亚。以后不用紧，你放我的教堂啊，你都到比如首饰给我，送给教堂也可以。不用紧，在座的每一个教友呢，我们看得到天主的主动性。过后呢，第五，众先知、君王的蒙召跟选拔，这以上呢，整个的旧约的救恩的历史是隐藏的，耶稣还没有来。是大家在不断的摸索，在耶勒米亚先知的时代也一样，期待墨西亚的到来，以撒伊亚也是期待。旧约的圣经呢是隐藏的，还没有被启示。旧约呢是法律规定的，耶稣来了以后呢提升的。在新约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可以看到天父，因为耶稣讲什么？当你们看到我，就看到天父，看到爸爸，看到吗？耶稣来了，给我们看到爸爸。耶稣说，除非受深深的感动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呼喊阿爸父啊，看到吗？阿爸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主日听我们唱我们的天父，万的天父，万你的名受显荣，万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风寒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仔日予咱食牛。这个我在台湾，我们8年的学台湾话，就是闽南话，就是闽南话。所以我们到堂区去服务的时候，每个主任呢就要听台语的弥撒。因乎今日及信息之杯阿妹。刚才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讲什么。心好玛利亚，麻痹心痛甲，注意力大眼不贪，那些字就在出出出出，在念什么啊？过后呢，8年在那边，哇，跟他们讲台湾话，跟他们讲闽南话，就融入他们，再跟他们在一起。我们的修士们都学好多种语言呢，不断的学。所以各位教友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
当新约来了啊，我要你们翻开圣经希伯来人书第一章第一节，OK， 希伯来人书第一章第一节，来，你们翻开1883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来，预备，天主在古时曾多次，并以多种方式，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，但在这末期内，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，看到吗？啊，希伯来人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记得看啊，看上面第一章第一节一定要背起来。在古代，天主借着很多人，先知、君王，给我们说的话，在末期，耶稣直接跟我们讲话啊，派他的儿子来。OK， 罗马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罗马福音第三章。十六节，罗马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来，我们一起念，1643，好，十六节，我们一起念，预备，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，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够了，记得这句话，所以阿妹阿弟啊，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啊？这个农家坦多奥读书毕业了，拿到文凭，现在他都是我神父啊，我有一个招教，我要去做神父，一个儿子哎，他告诉妈妈，妈妈说你去不要跟我回来，我养你那么大，你要去做神父，什么了不起啊，妹，都给惊高音，现在离开了，真有该吗？你儿子现在，我大哥在美国，我的第二的哥哥在新加坡啊，到处跑，第三哥哥在 JPG， 我是第四的，我妹妹在槟城，在 Intel， 我每一个拜一都可以回家，听懂吗？我的妈妈把我送给了教会，当时当然了，我妈妈那时候啊稀里哗啦哭啦反对啊，现在妈妈接受了，现在我每一个拜一我都可以回家跟妈妈吃饭，妈妈验血抽血检查身体是我送她去，我送的，我每一个月给我妈妈500块零用钱，我给可以录音不收对、啊、谁给我的钱是教友给我的，我自己的钱我哥哥给我的，那我每个月给妈妈500，给她零用钱，我告诉妈妈，你钱都我不放，你要放在枕头套里面，妈妈紧跑咯，你每次我抢她，看我大哥在美国嘛，谁顾她，没人顾的，是我，我是她可以回家看妈妈，所以你有一个孩子他要去做神父，鼓励他，因为你没有占有的权利，听懂吗？玉云，这个孩子是天主给你的，天主是说淑芳，这个孩子啊，我暂时借给你照顾他，什么？素材，你的孩子呢是天主告诉你，素材，这个孩子暂时给你保管，总有一天我要他回到我的身边，对吗？孩子是天主给你的，而且你是暂，你不能说这个孩子是我的，来龙，来龙，好，来了吗？所以不要说，哎呦，辛苦啊！我这样子改弄囝，唔敢哦，唔敢撒养哦。耶稣也是只有一个。罗马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他说什么？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派他的独生子来拯救世界，不是来审判。听懂吗？爱玉，天主把他的独生子就一个，马格瑞，你有什么好骄傲的？对吗？没有什么好骄傲，我这样经过了末了麻辣地沟香灯，你的孩子那么大了，风万风都风吹，叫他去参加青年团，鬼塞了，哪里可以等他风快吗？考到8个A，我一定去叫他去参加青年团，